女明星宠老公，连闺蜜都看傻眼。宠她老公已经宠到一个我觉得无法无天。等一下，知道心想吃什么是什么？他没有。老公想吃什么？我也是这样宠，我觉得那叫尊重。我们那段婚姻里面，我是跟我先生擦背。对，看完多情城市，请锁定《这是吴亚伯》。以上节目由娘家好姑娘冠名赞助播出。